舌头都伸出来。那些傀儡身上被人下了毒。嗯，恭喜你中毒了。大家都要害怕，中毒的人害怕。紧张，表情害怕。是吧？想治是吧？点头，大力点。想治就听好，从现在起，全部都乖乖听我的话，每一个人都要听。好，都起来。没中毒的背着中毒的在这反应，最好是扛着。如果抬着，记着头和心脏要朝上。我能。不过这外面已经这样，屋里停，高原几站，高原几站进来点点喂。过头了，对，位置这里啊。你们在哪边看啊？西周的哪边看那个有什么东西吗？大家都要警惕一点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没错，很难说究竟是外面更危险，还是屋里更凶险。不过这外面已经这样了。从回头开始。好，大哥，来。红衣服领厚一点点，不要太浅。还是外面的。来一杯。烟熏的暗河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没错，很难说究竟是外面更危险，还是屋里更凶险。不过外面已经这样了，屋里再糟也糟不到哪去的。走吧，事不宜迟，还得解决呢。走啊！我操，变大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没错，很难说究竟是外面更危险，还是屋里更凶险。不过这外面已经这样了，屋里再糟也糟不到哪去吧。走吧，事不宜迟，还得解决。走啊！对，很好。来，这个双剑剑。好，教授啊，继续教授。那个，请问您是店主吗？是。好，合拍，准备，预备，来。大姐，辛苦你走过来一点，走过来一下。哇，会太大了。对，你一定要把脸露出来给机器，好吗？你退到他身后，把脸露出来。好，准备。要动我的门。右边门关一点点。好，露。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突然就要动我的